哦，糟了，我的海草原通通都枯掉了。放心，小家伙，我有好料可以让你们活力充沛。海草激素，不要动啊。好美丽哟、哦！啊！派大星，跟海绵宝宝，你们两个来做什么？派大星在帮我做今天的战士，像是帮你修剪海草原。不要吃我的海草！好了好了，哦，真的是好心没好报啊！我就要吃这个冰淇淋来代替海草了。哦，派大星，我问你，你喜欢吃冰淇淋吗？嗯，喜欢。那么就多吃一点吧。哇哦！哈哈哈！你还想吃冰淇淋吗？超想吃的。谢了，章鱼哥。海绵宝宝，你要吃吗？最后吃完冰淇淋的是巧克力。你们够了没？好了。哇哦，我好想拥有一瓶你那种长大果汁哦。那就吧，海绵宝宝。谢谢你，派大星。今天我的鞋有一点紧哎。啊，好大，好舒服哦。你想要你的长大果汁吗？哦不，那是我买来的，我不想从你手中抢回来。好吧，还给我。可是你说你不要的。好，你们就用它好好做善事好了。章鱼哥，那真是个好主意。对啊，我先做。啊！你做了什么？哦，变得好看多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我完全同意。走吧，派大星，我们去做善事喽。耶！哎，给我回来！修好我的鼻子。嘿，小瓜，你的壳看起来有点挤哦。好了，现在你有很大的空间。他们来过这里，我深有同感。他在这里，准备好。派大星，快点！蟹老板，祝你快乐！你一直希望可以赚大钱。善事都做好了，我不求回报哦。你是校园海绵宝宝，校园。我。